无对手，谁敢上？哎呀，我忘了，你忘掉了，你昨天咋回去的？他回去的怎么了？说啥回去的？你还忘掉了？行，那你先走。哎，忘我先走，今天就是回，啊，就是回去。哎，别笑，咋了我？来，快叫马。你吓唬人啥？能吓你吗？来上边马。别马，来，记住，请转。 停吧！什么？来，我继续上。紧急！停吧！使劲跑！出去啊！往啥呢跑？上十啊！拐角马！哎呀！紧急！哎，出去！哎，我现在出去。小心娘家的回马枪。 专门玩马的，我主要是趴的很。来进去，上，他就尴尬死了，这啥也干不上。上嘛，嗯，没有，踩马呢，哎，都不用。上下大局，马都丢掉了。哎，上下大局，马踩了，那咋办？不用了，马踩掉了。 来是吗？对，这个。哎呦，那是咋的了？那是转行的，一局二了。哎呀，你就不会下棋？什么？这是人家有魄力。不会下棋，你这个马贼不能上床的。我头一叫，我那腿破了。来，将军，腿破，说，上哪不行，我打一脚打中你。哎，人家马上来。 上来能做啥呢？来，静坐。哎呀，我还害怕他上马呢。上马。嗯。把水别供。对呀。别吃酒。两个猪娘的，吃跑。上马踩局。哎呀，这信号就这一吃说，咱一顿。上马。哎呦，我吃光了。真的啊，多放。吃跑。哎，反正跑。哪有刀子？你咋一脚把我脚给碰的抠掉？来出去。 什么？乒乓。累。啥意思啊？我继续乒乓。累。啥意思啊？没看懂。来，进步。你水平有限，看不懂的事情多了。哎，我的刀法嘛，肯定有几个。进去。 上马，好吧，别看着。来，停了。来，差不多。十马着呢。你能看懂吗？起跑大马，请接。对。停。平局。 干啥来了？有对知道？谁把他们抓了？他们抓了，我们知道这人哈，我想咋子咋子。来进去。啥意思嘛？平局。啥意思嘛？跟你们说，这觉着费劲的很，我就不跟你们说。来进去。 干嘛呢？这是？肯定没说，这费劲的很。想都不跟你们说，哪有彩象？来，吐炮。能彩象吗？这？哎，哎，彩象是吗？哎，不是，吃不上。吐炮。你那啥地炮了？你还想做啥呢？能让他下来吗？吐炮。哎，紧急！你就那个气，哎，那炮把老脚脖抓。 刺到上也很稳，倒死了。来，出去。进来。咋的？哎，我上马。咋呢？啊，连环马局出不去了。他割伤。快点！我还趴着。你看，这就去能出去吗？头部不管他。有啥呢？我那猪肉惊涛。哎，啥意思？一炮换双十了。干死啊！
哎呀，你就是要咋了？咋不能杀？谁说不该死？啊，我咋的不小心？这，蔡局长，来，有谁说了？这吃笑了呢，都直接。来，快吧。这不该死，吃笑了呀？挂脚了。来，喂，吃啥呢？啊，吃饭，吃。完了，不没事，哎呀，啥都丢掉了，吓死你了就，哪个小都丢了，哪两个局都输了，下去，啥丢掉了，二舅，来吃下，完了，刘备，咋的了，铁甲连环嘛，哎，干嘛裁缝，喝掉呢，来。你坑他干嘛呢？坑！将军，完了，没吃了。你们的胳膊不动，来，想想。你看，他不跑掉了吗？哎，击毙！咱组长这个得输掉，我跟你说。啊，这能输掉吗？哎，回去。没有大局过吗？吃爽了又。嚼啥呢？还吃？那没招了。那皮马就丢掉了。好不要就行了嘛，哪个马就丢呢？马丢掉了。嗯，马能丢掉吗？马走掉枪，有吃有没了？那马去看见了，吃那就不有。哦，吃个上下身。哎，能吃个下，那上下了。将军，上下就裁掉上。过。我们哎，换你跟他换。将军，再见。起来了，哎呀，马感冒，他感冒。再见。哎呀，他感冒。哦，打掉杀象绝杀了，他感冒。哎呀，绞死了！哎，悄悄的，他爹跑了，绞死了！哎，臭的，站住！他爹跑了，上马卧槽！能来的叫，悄悄的，这叫啥着？将军，吃个瓜呆的，飞马一叫，到了，输掉了，再讲，来，再讲。继续讲，看你看着了嘛，那推色挣扎。哎，小军，来退局，叫啥了？那推色挣扎，那听话。来，再讲，拜拜。这个抽掉了，咋抽掉？咋抽掉呢？回马，采局了又。我不走了。哟，这么狂！哦，我操，我死他！我还有呢，好，他不敢采。将军。哎，这啥呢？平局，你不是不害怕？喊出来！哎呀，你不是不害怕？哎呀，老实了！哎呀，又吃白吃一个！来，你不是不害怕？将军，我又进来了。老板，你这点吃着？啥吃的？嗯，吃了吃的，吃不给。哦，哎呀，人家也吃一个。来，你不是不害怕啊？我看你怕不怕？来上吧！哎，冲！进兵！进兵！三军闹事就完了，再进一步。平局，哎呀，回马抽车了。哟喂，还少贼少不少呢。将军，这打死锁住了。哟，贼少不少呢。这打死了，哪个打死的？还能打起来？哎呀，兵丢了。哎呀，人家将军回马一将，进去将军回马一将，完了。哪跑了？哪的外呢？嗯，哪跑了？将军哪跑了？回马一将进不去吗？上不来吗？往哪回呢？往哪回呢？还给我回！哦，跳不得这。其实，我你哈子。来，将军。哎，直接放下。进。哎，直接放下就完了。这一将咋办？上来吧，上来吧。你这一将就那进来就完蛋了，往进来，进来能做啥？进来。来，咋抽进？哎呀，咋办？哎呀，回马枪，输了就是败呀！跟你说中了回马枪了。